是刚出新单曲的安娜。十岁就当 dancer， 而且那时候跟着那个泛滥兄弟 EXILE， 你知道吗？泛滥兄弟的 step， 那几个在路那看，你看 ，we know we know， 哇！日本語は全然大丈夫。めっちゃうまい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ペラペラだもん。ペラペラだと思います。接下来是用日文版本。ただいま。知らん。我要开动了，是吗？有点像。打错了。ただいま，我回来了。因为你是张惠妹的那个侄女啊，很容易被大家关注，很容易被比较啊。出道过后差不多一两年，我觉得也没有时间想那么多，我就一直冲，一直冲。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就是有点承受不住的感觉。然后就整个是，其实也算是一种好事。像我真的没有人来骂我，我也很可怜，也不是吧？会飞的生物有蝙蝠、欢迎老鹰。什么东西啊？走，一二三四，爱到疯狂。小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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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安。